到耐心，还有两个人防得不错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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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王凯翔这一拍啊，最后这一分是拿得非常的写意啊。漂亮，这个球真精彩啊！对，极限情况下的把球给接了回来，而且灵活身体，巧妙的躲过了，然后从正手这一块勾过去。哇塞，这个确实也是陈宇飞的这个技术特点，看到了对方没有往前冲，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假的。陈宇飞要耐心一点，这个球多拍非常多，我都想帮他们喘口气了，太累了。哇塞，确实可以看得出来张一曼今天真的是拼了，非常的顽强。